清晨六点，天空微微的亮起，清脆的鸟鸣声伴随着冷冽的清风，让人感受到不同于都市尘嚣的清新氛围。而这里正是南投县鹿谷乡。由于这样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，让这里的土壤以及气候特别适合栽种茶叶，也因此几乎整个鹿谷山区都以茶叶为生，种茶、采茶、制茶，这样的自产自销方式形成了当地特殊的人文风情。每当采茶的季节到来，山区的茶农们便会呼朋引伴，动员左右邻居，在广阔的茶园里互相帮忙，为的就是能在最佳的时间里顺利地完成茶叶的采收。咱班地吼，早时差不多七点以后落水大，啊，才开始班地。过去农业时代吼，一年班有四遍啦。啊，即摆因为地产量足济啊，所以讲即个春茶采收以后吼，夏茶拢甲剪落。用机器个剪平，买买采夏茶，还有秋茶嘛无办，啊个冬茶啊怎个办？安尼变成讲一年都要办两季啦，春冬啦。太阳才刚探出头，丝毫没有灰尘的空气中，让整个山头更加清晰可见。在多数人都还在睡梦中的早晨里，这群数十年如一日的采茶姑娘，顶着斗笠，背着当地的好茶，带上谋生工具的模样，看来她们早已准备好迎接今天所有的茶差事。不过，不是穿戴上所有的配备就可以应付采茶的工作。其实，采茶也是一门很大的学问。对苏贝贝来说，采收一心二叶是最标准，也是最能够烘炒出甘甜滋味的好茶叶。但是碍于采茶的说斤论两，有时候为了增加一些重量，难免会采收有三片叶子的茶叶，而这也是他们常说的一心三叶。这个一心二叶吼，这做起来这个只剩小一论两了。较幼稚的地个吼，这个较有甘头。要做较下芳的，就是爱这个开叶，这拄拄开叶呢，啊做对口叶，这种啊做对口叶，这个嘛开啊，这个嘛开啊，安尼这个就较下芳。弯着腰，低着头，不变的姿势，走过数十年的岁月。大半的人生都奉献给茶园的采茶阿嬷们，虽然功夫已经炉火纯青，但是回想起过去那段时光，常常被称作为当店来耶，到现在还是让他们觉得好气又好笑。咱地当然是辛苦咯，啊，苦啊苦啊，不是徛，不是痴痴安尼摇竹笋的啊。古早拢用五手板啊，即卖是拢有绑一种刀啊片。较早，阮这手都慢慢老去，去坐公车，人嘛知影讲，啊，迄当兵人来，迄拢慢坐，手拢哦哦。利用缠绕在手指上的刀片，利落地将茶叶摘下，这不但缩短了采摘的时间，也能保护这一群老姑娘们的双手，降低割伤的风险。不仅如此，在下一次的采收季节来临前，也能确保重新生长的枝苗更整齐、更漂亮。脚头啊慢，吼，一落一落脚头啊慢，要对下边慢做起来。标准是讲一心两休，啊，但是咱爱看这个地意，那是讲一当慢三休，就该慢三休。熟练地将茶叶摘下，放进身旁的茶篓。仿佛是在跟时间赛跑一样，采完这个茶园，马上前往另一个茶区。除了在烈日升空前抢收，也是为了在最短的时间内能赚取更多的工资。工钱无定啦，较水的啊，较拼死板的都赚较济啦。看着自己亲手摘下的茶青，一点一滴地装满身旁的茶篓，
虽然辛苦，却也都甘之如饴。我阿是高龄厝的，七十多岁啊，六十多年啊，对啊，做囡仔就咧办啊咩。结束了早晨的采茶工作，今天的重头戏才正要登场呢。苏文昭先生是位道地的洞顶茶农，在位于中海拔高度600到1200公尺的鹿谷山区中，正默默进行着古式炒茶的推广工作。洞顶上古早这顶啊，拢还未开花，是拢树木啦、甲竹林啦，啊野草遮济啊，阮较早都是对广兴行小路、田间小路起来，迄小路差不多三尺宽尔，啊阁真大、真佳啦，啊也无孔壁，又也无石头路，啊也无水泥路，拢行土路就是。啊，伫广兴要爬起个洞顶吼，那像冬天的时足寒的，啊就。哎，冬天寒啊，脚都爱冻的，对吧？冻冻起来，迄落啊，温啊白温啊起来，甲冻顶，啊，做冻顶。虽然称不上是老茶人，但却也是当地少数坚持并且主动积极推广古式手炒茶的在地茶农。阮做地吼，尽管阿祖时代都咧做啦，啊，因为我为着我要失传去啊，所以讲我用这古式手炒茶继续一直咧做，我是。18岁时就开始做茶地啊，嘿，到即阵安尼有50年啊，啊，到阮孙女啊，拄啊第6代啊。将早上刚采摘下来的新鲜茶叶，透过太阳的曝晒，让纤维的水分蒸发，这就像是在帮茶叶做日光浴一样，目的是为了破坏茶叶中的纤维。那阮做传统的吼，是迄个日光萎凋的时间较久。啊，那高山茶因都较免白白遐久啦。在高温的太阳下，细心地翻动着茶叶，为了酝酿出顺口的好茶，似乎再强烈的阳光也无法抵挡苏伯伯对茶叶的热忱。而这样的发酵过程，在正式进入炒茶的阶段之前，还得经历长时间的静置与搅拌。这都是需要具备耐心的等候与看顾。苏伯伯说，早期的手炒方式费时又费工，若是要将茶叶完整的制成，这可必须花上2天的时间才能完工呢。凭着经验，将树枝搭配着木炭起火，不用多余的时间，便能轻易地将炉灶内的龙眼炭烧得火红。而随着逐渐冒起的白烟，透过敏锐的双手，也能精准地掌握炒茶的适宜温度。春茶的温度较悬吼，迄个时间就较短啦。啊，若冬茶。在炒时间就较短，伊较寒冷嘛。咱若伫这鼎差不多300度，300度左右啦。一般呐，外较要炒较熟点啊吼，伊就用350度嘛来炒啦。这呐一般唔捌炒吼，伊即个炒落是会崩着鼎，啊炒较习惯的是较袂崩着鼎。啊，咱来炒最好是讲手尽量灭到地里，莫崩着鼎啦。迄个熟度就是炒到迄个咱迄个心尾小块落落。爱咧右边小块落落，安尼，这个程度就上好一点。在维持着300度高温的锅炉旁，一遍又一遍，将热锅上的茶叶不停地翻炒。这也是在早期茶人们为了将茶叶去清，即便是在高温的夏天里，也都必须承受的挥汗过程。
辛苦的所在是真济啦，啊，就是伫炒的中间吼，拢会流汗，啊，无人代替斗炒，有时啊接咧吼，接足久的。上古早迄个农业时代吼，较无人工遐济嘛，啊，拢一靠一粒灶有两个鼎，啊，三个人咧炒啦，啊，一个管火啊，两个炒，啊，炒菜将佫轮流，迄个管火来炒，啊，换一个较热的人去养火。将杀青到一定程度的茶叶取出，接下来就是进行揉茶的工作。而这样的揉茶动作，可也真让我们见识到了老师傅的一脚好功夫。卖力使劲地将茶包滚成圆球状，就像小朋友在玩皮球一样，用脚将茶包滚呀滚的，看起来简单好玩，但若不是费了一番功夫，像这样用脚揉茶的方式，可不是谁都能办得到的呢。到这里，茶叶的制作过程可还没结束。揉捻后的茶叶还必须放进培笼里，烘到半干后静置，隔天得再重复进行一次揉茶与烘焙的动作，这样的茶叶才能算是烘焙完成。擦地擦熟了后哦，咱得拨起来，拨起来就爱揉捻，揉捻就是要甲破坏伊的纤维吼，也甲破坏掉啊，吼遐骨髓出来。较早做起来都是无人工，啊拢学无迄个机械，啊拢用人工做，啊做起来是半条形的尔啦，啊一条像龙的样子，即卖用机器做了，做甲结了，像一粒珠啊，也做珠茶。关键是一条龙哎。就因为去青的过程如此繁复，近年来茶农们早已舍弃了传统的炒茶方式，逐渐改采用机器取代这费时费工的过程。手擦那个感应度较敏感啦，那个茶擦了有色啊无色，用手摸就知影。啊，咱用机器是定时间的，定时间那个伊都固定时间搞伊就自动。跳落来，所以讲，咱用手擦的吼，敏感度较好。咱手工擦的吼，就是欠人工，也较辛苦啦。啊，即个用机器擦的，就是讲，伊可以大量的生产，一变出来，迄个时间咧擦伊较紧嘛，速度较紧啊。伊温度真悬，啊，伊速度较紧，啊，时间到伊家己自动落，就咱就通控制伊擦好的时间落。因为我就是坚持要用迄传统笃定乌龙茶吼。啊，做出来的茶水会比较会较蜜红色啦。啊，有诶，一般即间高山茶因做出来是较淡绿色啦，哎呀。不单单只是为了图个便利，同时也受比赛茶的影响，茶农们为了追求更高的利润，采用与高山茶相同的生产方式，大量使用机器烘焙。而这样的变迁反而更凸显了手工炒茶的珍贵。成品外观这个是一般拢同款啦，还是铸造方法无同款。啊，咱若要分好歹的地吼，就要用泡落才会标准啦。泡落咱的口感上厉害啦。从18岁开始，跟随在祖父身边学习种茶与炒茶的苏贝贝，耳濡目染下练得了一身好功夫。不论是能热锅中翻炒的铁砂掌，或是用脚揉茶的好本领，这都是50多年来珍贵经验的累积。而最初影响他炒茶人生的，就是这一棵石茶树。从祖先开始流传至今已有100余年的石茶树，不仅是诉说着六代人的故事，也让他对于茶叶的推广更背负着一份传承的使命感。这张地也都古早时地啦，这上元素就是伫规块那内底。啊，原来做伊都较早伫迄个规块那内底个移刷出来种的。安尼那咸丰4年，甲即阵超200多年吧啦吼。哎呀，自这张开始，阮老家要用安尼传承落去，因为这张阮阿祖的时代就种地较大吼，所以讲阮不放弃啦，无爱间断的啦。这代表讲对阮阿祖较好啊。
炒茶的过程虽然辛苦，但为了能让更多人了解并且保留传统的炒茶方式，在苏先生的眼里看来，花费再多的心血，一切也都值得了。放眼整个鹿谷山区，到处可见清新翠绿的茶园，而这里大多数的居民也都以茶叶为主要的生活重心，伴随着竹香与淡淡的茶香，搭配着简单大方的竹桌和竹椅，在清新典雅的中国字画衬托下，学员们认真地与授课老师互动着。仔细听，这些学员们讲的并不是流利的中文，而是夹带着异国的口音与腔调。没错，这些正是从其他国家远嫁而来的台湾新住民。主要呢是说，第一个他可以说开展我自己的一个生活圈，然后还就是学茶道嘛。他我们就是说还可以就是多一项才艺，还是我们家里自己是做茶叶的，多学可以了解台湾茶的文化，然后可以适应这边的台湾的生活。新住民他们嫁到鹿谷来，他们家也都种茶，那我希望说他们学会泡茶，然后在家里可以帮先生的忙，客人来了他可以奉茶可以泡茶，这样子的话他的生活会比较好。还有另外一点，当他在泡茶的时候，一家大小都围在一起，然后可以谈谈天聊聊一些事情，这样子对整个家庭来讲的话，我觉得是正面的。跟随着夫家的脚步，这些新住民们从以前的半知半解到现在的全心投入，对台湾的茶艺文化更是多了一番见解。因为我们那边只有一个那个茶壶，大酱啊，然后茶叶直接丢进去啊，泡一泡，就是大家可以接起来喝啊。然后功夫没有什么很特别的，然后来这边呢、泡茶，我觉得很特别啊，每个动作都不一样啊，所以我很喜欢学习的。回去我一定会泡给我的家人，那边的家人喝啊，还有叫的其他的人，如果喜欢的话，我会叫人家。在台湾，茶叶的起源与发展流传至今也有200多年的历史。为这茶文化的推广与传承，有人不遗余力地坚持着古式手炒茶，也有人在茶艺上琢磨。这样的态度就像这杯茶一样，值得人们细细品味。